那个怪音在哪里？就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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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喂，它会有一个喂喂喂的声音。最后三题了，哎。哦，第一名就可以直接晋级，我胜队好强啊！目前还有一，请出题。来来，请亮牌。这首 Lemon， 来，有谁对他的点名？ Lemon， 米津玄师所演唱的，8.7，快十亿美金。8.7，怎么你知道这首歌？哎，我是因为看了那个有日本一个综艺节目，说他那个配乐里面有一个怪音，大家不讲都不知道，后来大家一讲。大家听这首歌都一直听到那个怪音，他那个怪音在哪里？就是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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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喂，它会有一个喂喂喂的声音，对，真的吗？哎，那我们再来再听一次。都在最尾巴。对，喂，呢？喂，品书，你会觉得很特别，他竟然知道这种事。对啊，李维。对啊，我们也都知道。是不是知道？是不是知道？对，没有这首歌做了知道了。对，这首歌真的非常。这首红就是红那个喂。哦，喂，这个。啊，他那个喂是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声音？应该是人声配，人声 chopping， 对，人声是人声故意，人声故意做一个这样子，当把它当三角铁的感觉，对，要先把人声录起来，然后把它音高调高，哦，然后进一些效果器。哎 boy， 哎 boy， 有可能是他们在唱歌的时候突然想要讲电话，喂，哎呦，好，怎么会是榜首？哇，真的是榜首笑话，这首你讲得出来？喂喂喂。